冷心颤抖的手。这次元宝的线下活动我可一定要抢到票。据官方 PV 透露，元神周年庆将会在7月22日20点正式开票，在美团猫眼上就能买到，共计两档票种，入场券298 VIP 498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权益和赠品，像什么纪念色纸、泰蒙头套，入场券就送。哦，我看这个 VIP 的兰纳罗 T 恤还有亚克力牌，简直更心动了。每日购买所有档位的门票仅限一张，芜湖动舞台环节外，其余活动时间段仅支持 VIP 券的旅行者进入观影区进行舞台互动，地点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3号馆和4.1号馆。活动时间从8月10号一直到13号，场内馆景也是相当豪华，据说由派蒙全力打造，超过40000平的现场面积，包揽旅行者去过的每一个国度，还有配音演员的见面会，每天都不重样。再看8月11号那天，哪像是蓬岛开会，简直是武神团建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连大伟哥都来了，真是太期待了。